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种非常牢固的一种捆绑绳结，我们的油管、水管、接头啊，都可以用这种方法捆得非常的牢固。下面请看演示。大家看，首先我们将绳子的一头折双，然后将折双部分这样压在需要捆绑的这个地方，然后这样缠绕两圈之后，咱们将它这样拉紧，用劲拉紧，然后再缠绕。其实这就是一种钓鱼绳结啊，我们捆绑钓鱼钩也是用的这种方法，捆得非常的结实牢固。缠到我们想要的长度之后，咱们将最后一圈这样穿过后方预留绳眼，然后收紧，然后拽住右侧副绳绳头，将左侧绳子这样拉到里面啊，这样非常的牢固啊，大家看，拉都拉不开啊。喜欢的朋友呢，可以关注一下，我前面还有很多种绳结类视频教程。